两件事，一，GC发来邮件，质疑我们本季度华东地区合作方200万的需求量以及支付能力；二，国际设计大赛组委会接到举报投诉，说我们抄袭关顶的设计。怎么回事？顾总，我们跟 GC 提的是800万。顾总，我们没有华东市场，邮件里说的是华南。 是吗？对的。顾总 ，GC 提出的疑问主要是担心咱们后续的尾款支付。本季度咱们的现金流主要是依靠上一次和广州甲方的合作的那笔回款，账期长加之追讨困难，对方的担忧不无道理。账期拖这么长，合约谁审的？ 我审的，顾总要是觉得业务合约责任全在法务，我无话可说。于总啊，这个咱们和关鼎之间的设计版权纠纷，问题是不是也出在你这儿啊？我们已经和关鼎达成了合作关系，设计稿是我们共同送去参赛的，知识产权共有。可是关鼎后来开除了那名员工。 那名员工心生不满，去仲裁闹也不占上风，因此去组委会举报，这纯属于个人报复。怎么，我在恒星连这个也要负责？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看呢，现金流出的问题未必非得倚仗回款，也可以考虑一下新的资金流入，例如被收购，是吗，顾总？ 顾总，回款的问题我会和地区总经理商议解决。至于版权的纠纷，还是交给于总吧。咱们的证据链没有问题，与关鼎的合约也会生效。组委会那边应该只需要公关一番就能够解除误会。您看这样行吗？好，就这么说定了，散会。 咱们老板这么不靠谱，一如既往。 青青，他毕竟是老板，你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哎，我来恒星完全是因为你的面子，你可别惯着他，迟早要面对现实。不彩排就开会，就他那能力，笑什么呢？这都。错过了李叔的收购，就没法顺利的将公司转到李乾手上，让他负责。 我这追寻主播之路也太难了吧！喂，你还好吧？好什么好呀？我姐，你家里逼婚，非得躲到我家去，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从小就喜欢虐待我，唉，苦不堪言呐。 哎，你对英叔压力挺大的呀。何止啊！你是照顾对方的心情，所以才避重就轻。可是对方呢，他就敢跟你得寸进尺。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你要实在不解气，你打我两下也成。 这说又不能说，打骂又解决不了问题，麻烦的要命。再这么下去，我一个人肯定扛不住。别啊，千姐，您老消消气，都是我的错，您千万别辞职啊！辞职？您道什么歉啊？你刚才说的不是我吗？那你说的是谁？啊啊啊！就是你。 你怎么回事？你要开会，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你这样也好让我做好准备嘛。千姐，
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管理公司，你比我更适合，要不我就公司长。嘿嘿嘿嘿，长本事啦，会躲啦，过来，别动啊！切，还躲？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喂，二哥，你说谁在学校？李老师。站住！什么人啊？您，您什么您啊？我问你呢，你是哪一届的？啊？怎么好好的路不走，鬼鬼祟祟的呀？宁成明。宁成明？是我以前那个宁成明。啊。曹教授，他是谁？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认识他？陈明，你是我最尊敬的人士，我不希望你受到太多。陈明，你眼里不容沙子，这是你刚征哥的本性，但有时你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你是谁？这是什么意思？全都炸了，都在说经管学院的噩梦回来了。对不起啊。你很热吗？本来不是很热，但是被你抓着好像有点热了。老李什么意思？一个电话把我薅这儿了，难不成是宁老师的事儿？打个电话问问，能是什么事儿啊？于强强。
怎么样、啊？最近在公司还可以吧，正常状态嘛。啊，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公司氛围很奇怪？是有一点。自从宁总失踪以后，哎，对了，总裁办决裂报警了吗？还没有。太反常了。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按道理早就应该通知家属。报失踪，到现在还在说人在度假，骗鬼呢。还有，这个月对接的财务申请调看之前的凭证，我联络了上个月离职的财务，各种联系不上，人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他是在宁总失踪之前离的职，那这个谁？真不陪我去啊？特重要一客户。咱们俩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不是，但凡是我找你，你都没空。最近反而异常关注那个齐伟，你查出什么了吗？闭嘴。进。哟，马总也在呢。我是这个。进来。哎，好。哎，曹总。我来给您送会议机啊。哦，我看这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先下班了。马总，拜拜。等会儿，七百，你今天晚上加班，陪我去个地方。啊？我陪您去？是啊。哦。今儿就赶紧回去吧，啊！不是，你这什么意思？需要我的时候对我招之即来，不需要我的时候对我挥之即去，是吗？哎呀，朋友是什么？朋友不就是像您这样默默爱着我、默默支持我的人吗？赶紧回去吧，姐姐，别火上浇油了。哎呀，宁老师，嗯，虽然你说今天晚上要请我吃饭，但李显说你今天有点累。不如咱们改天，这样不好吧？青青今天又是送你又接我的，再怎么说也要留下来喝杯茶，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再走。好嘞，走吧。玉青青，待会儿看我眼色，见机行事。我要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行，好吧你。你们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好。好的，宁老师，不着急，您忙。小李子，啊，来扶着办公。又怎么了？头有点疼，本宫可能失忆了。你们真的没有在一起吗？哎呦，这个什么？这有什么？嘘，我二哥的手里，他手下做道具的人可多了，都是戏，别当真。李浅，啊，怎么了？围裙。啊，好，都是戏，别当真。来了，我给你拿。
你也饿了吧？请你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好了。知道了，知道了。嗯，先说好啊，待会儿你可千万别给我乱说话。嗯，我先跟你说，一会儿他要是问起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具体情况什么的，你就……我要是夹蔬菜，就是肯定。要是夹荤菜就是否定，剩下的围绕着答案自由发挥。记得，千万要少说话，说多了全是错。放心吧，我谁呀 ？Super 老眼亏。饭来了。这是什么？我的拿手好菜呀、啊！你的拿手好菜就是泡面啊！你刚刚不是说要请青青吃点好的吗？是非常有营养的鸡蛋方便面。青青是你最好的朋友，当然要用我最高的水平招待了。你看，这个是咖喱鸡肉，这个是番茄牛腩，这个是红烧排骨，你们想吃哪个可以自己挑啊。想吃哪个？很好吃哎。好吃吧？嗯。我想，既然青青在英国游学，肯定非常想吃泡面。我记得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好吃的，除了土豆就是炸鱼。嗯。哎，对了，青青，我记得牛津附近有一家中餐馆，还开着吗？Oxford， 我去的不是牛津，是 Manchester。哎，那边我也去过两个月呢，我记得那有一个。成明，我想加点醋，你帮我拿一下呗。好，那稍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聊。抛弃我了，他什么人你不知道？数据分析、信息来源考证，老狐狸可不好糊弄。你幼稚一点啊，找机会赶紧撤。来，醋。啊，够了，谢谢。青青，我失忆的事想必你也知道了。我们以前见过吗？见过。吗？啊，见过，见过，见过。我们见过好多回。啊，嗯。那李浅说，我以前对别人都很冷漠，除了对他最好。那他有没有说过我是怎么追的他？慢点说，慢点。哎呀，是不是这个青菜让你呛到了？我帮你吃掉它。啊，是您先追的李浅。但是具体细节呢，我问过他800回了，他都没有告诉我。哦。嗯。那他有说过为什么喜欢我吗？对不起，我忘了你不爱吃香菜。哦哦，谢谢啊。不客气。青青。哎呀，青青刚回来，你别盯着她问了。哦，嗯。对了，你今天怎么会想到去学校的？我想去以前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回忆起什么。怎么，想到什么没？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好像没什么朋友，但是，但是，
没想到自己的风评竟然这么不好。也没有很糟。对啊，宁老师，您为人严苛，言语刻薄，动不动就给零分，好多学生因为你拿不到学分只能退学，所以学生还不喜欢你很正常吗？黎浅喜欢你就行。饭吃的真累，快吃吧，别想了。站住！爸，你还没休息啊？哥，我哪敢睡呀？我得等二少爷回来呀。怎么样？今天见着宁成明了吗？宁成明，我见他干嘛呀？我现在忙着呢，一堆拍摄任务。行了，别装了，我让你去查宁成明，你查的结果怎么样了？你从小到大一说谎就往右看，啊？说实话吧。爸，不瞒您说啊，我这确实是见到他了。我这纳闷呢，我就发现呀，他好像失忆了。李姐，你给我找几个人，把他给我盯紧了，关键的，要证据。失忆，我看你才像失忆呢。喂，啊，哎，有狗仔队吗？这会儿当局控制的，对，两三个人就行，不顶明星，有点私事，啊，赶紧给我回信啊，着急。怎么又是你啊？吓我一跳。我跟王婶说，你让我上你房间悄悄等你，她就一脸很懂的样子，放我上来了。没事，赶紧回去。李琛同志，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采取消极态度是没有用的。那请顾兰同志，你也稍微提点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吗？啊，像你这样突然跑上门来的举动，在我看来，跟逼婚没啥两样。这件事儿，咱俩必须战略藐视，战术重视。啊，不行，这不靠谱。你这样很容易就被我爸还有你爸理解成顺理成章，百年好合了，不行这。你怕了？小晨晨，你不会是怕自己对我动心，你假戏真做了吧？你呀，爱怎么着怎么着啊！你睡床，我睡沙发。哎，那我可当你怂了。哎，曹总，我到门口去等了，怕客人找不到。哎，你先坐。刚刚客户给我发信息了，他说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那不来了。另外，我今天给人事说了，想把你调成我的助理。那不行啊，曹总，我的意思是，那宁总回来怎么办呀？你是跟公司签的劳动合同呢，还是跟宁总签的呀？我。不好意思啊，叔，谢谢。业务。是这样的，做我的助理呢，第一得先学会喝酒，你行吗？我呀，我这，哎呦，不好意思啊。Waiter，两杯威士忌。Cheers。我这大概能行啊，大概行。你不喝完啊？哎，喝完是吧？嗯。
下一杯。曹总，慢点。哎呀，刚才江超给我发微信，说宁成明失踪前有一个财务总监突然辞职了，而且最近还找不到人。关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微妙，只说宁成明还在踢过，也不让联系家里人报警。关鼎的内部人事结构，江超方便提供吗？嗯，我回去问问他吧。嗯。李浅。啊？你们上次买的茶叶放哪儿了？就在柜子里啊。我没找到。不会啊，我没有放在别的地方啊，应该就……哪里？老狐狸是冲你撒娇呢。还不快去！我去找找。嗯。青青，我还有问题想问你，我之前有没有过别的女朋友？嗯，鬼知道你之前有几个女朋友啊？嗯，别人我不清楚，但我听说你之前身边人特别多，他们也非常怕你，还不敢离开你。据说有些人见到你会脸红、心跳、喘不过来气，甚至还有一些人会等着昏过去。高森浩到。丁红如到。张欣到。杨小军到。陈心怡到。重修我的课不是用来混的，建议你申请退学。那我对李谦好不好？与其说好呢，不如说是残酷。你也没是谁混过去。就这些。嗯。方向是没错，但如果你熬夜只能写出这种东西，只会让别人质疑我的教学能力。对不起，林老师，我回去重写。李浅，李浅。你们聊什么呢？嗯？茶没找着，喝完果汁赶紧回去。哦。你要走吧，你该回去睡觉了。哎呀。说吧，想说什么？真没想到有一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戏码，老狐狸简直是虎落平阳，被喘气了。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打你啊！为谁气啊？我让你配合，没让你添油加醋。你不是说喘是戏，我这该配合的表演尽力在演呢。于青青，嗯，你。我说呢，老狐狸今天怎么一副受打击的样子？怎么？哎呀，快说！我师弟说啊，他们那届有几个学生今天和宁成明碰上，还把图书馆里那本手写传记上的事儿都告诉他了。全说了，七七八八吧，还有那些学姐学妹杜撰的他的情史之类的。哎，我怎么记得那本册子好像还是你发起的呀？
我就写了前面一页纸，好不好？还全是他挂我科的事实。谁知道其他人对他的怨念也这么大呀？我看呐，他要是就此知道自己以前是个渣男，就地和你分手，不也挺好的吗？我以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居然能对李浅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而他竟对我一直不离不弃，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曹总，慢点！哎呀，曹总，曹总，你慢点！我跟你说，我还能喝。哎，好，好吗？喝。嗯，那个，曹总啊，你家在哪儿啊？我给你叫个代驾呀。哎，曹总，这可怎么办呀？齐伟，是吧？李浅，你放这，我来。啊？怎么了？对，就是哎。你才刚好没多久就乱动，我就说你太心急了。你先吃点止疼药吧。看在你今儿受挫严重的份上，对你好点。应该是创伤性的神经痛，我明天去帮你弄点中药，喝一阵子补一补，应该会好一些。还疼吗？还有一点。哪里啊？这儿，大概是这儿。这儿。怎么样？哦，好像还是有一点。我还有一张。怎么样，还疼吗？这边是不疼了，但是这边也疼了，而且这边是被你掐疼的。喂，给点面子好不好？你懂不懂什么叫生活的艺术啊？虽然呢你那只胳膊疼，但是你要时刻记得你还有一只胳膊不疼。对了，有个东西要给你。这个给你，之前答应了你的，试试吧。李浅，你对我真好。完了，好过头了。应该的。